在统计图当中，历史对话记录选择和形图，上面选择简单，下面选择观察值组别之摘要，接着进行定义，把分析的变数点选到上方，分组的变数点选到类别轴，最后点选确定。在统计图当中，图表建立器先选择核形图，接着选择简易核形图。 X 轴是分组的变数， Y 轴是量的变数，接着点选确定。